这一波有发现非常多的这个财经网红的粉专都被这个内政部警政署给下架了，但是这些网红粉专好像之前是有提供给数发部当白名单，但这一次是数发部给的资料有错误吗？还是说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诈骗的东西，反正他们诈骗的粉专都还在，而本尊都被下架了。是昨天深夜哈，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担忧，打诈啊，政府的打诈的行为打到人心惶惶哈。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粉专在昨天晚上呢被紧急下架，所有的人都搜寻不到。当大家搜寻，不管是这些网红，或者是甚至连证交所的粉丝专页都被下架，而且搜寻以后会只找得到诈骗集团成立的假粉专。那现在呢，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讯息是莫衷一是哈，有人说是内政部的警政署，有人说是数发部的白名单，有非常多的网红也都表示，从今年的六月起陆续收到数发部依据打诈通查网或者叫网诈通查网的白名单建立的需求来填写表单，而所有填写表单的大部分都在这一次深夜下架事件当中受到波及，所以大家也很怀疑说会不会跟这个计划有关。同时呢，今天也看到粉专恢复以后收到 Facebook 也就是 Meta 的官方通知，说收到了所谓的法律请求，依据这个法律请求遮蔽了所有这些粉专在台湾的曝光的机制，也就是针对台湾进行了这些粉丝专页的封锁。所以究竟这次的事件是数发部打诈上的人为疏失，还是警政署打诈打过头，反而打到了这个真粉专而让假粉专得以留存，还是说什么样的讯息传递的管道出了问题，甚至有可能是资安骇客的攻击。我们目前看到数发部的声明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不算是全面的负责哈，因为他们自己说经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把所有的问题呢都指向了其他的平台同时呢又说他们紧急跟平台做协调，协助这些粉专上线还要揽功哈。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会让民众对政府打诈的行为以及接下来的一些措施感到非常的不信任，甚至会开始非常的担心。不过委员怎么看？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在批评这个数发部是打诈无能，但是有非常多像这种诈骗集团粉专或者诈骗讯息都是出现在脸书，也就是 Meta 的这个平台上面，那这是否跟平台的策略也有关系？因为也有人认为说很多的这种诈骗集团他们都有投放一些就是假的粉专，他们都有投放广告，反而真的这些网红粉专没有投放广告，也因此反而被这个脸书给忽略掉了吗？我想从第一天起我就认为我们的数发部在打诈上面很担心他是有心无力齁。那我们是全力支持我们政府的打诈行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网诈通查网出包火速下架，或者这一次呢讯息非常的混乱，导致非常多的粉专受到影响，有些人也开始在想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齁。但是我想从我个人的这个科技背景的角度来看，全世界所有的平台只要是在盈利营业并且跟政府有联系沟通并且受到监管的正式营业的机关，都绝对不可能跟诈骗集团联结跟联手，这是绝对会收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的。我个人是不觉得这个平台会违反这样的一个道德或法令的限制去做到这个所谓的刻意去做这个有问题的操作。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大家可以看到，数发部在网诈通查网上线的时候，除了发布新闻稿以及官方的页面上都有说与这些平台建立所谓的快速下架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呢不公开不透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所以目前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很可能会有人要甩锅到这些平台身上。那我想数发部作为政府保护人民的这一双大手，应该要主动公开透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快速下架机制，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经查自己没有问题，没有人为或者系统上的疏失，
什么样的方式去确保这不是一个资安或骇客的攻击。我认为哈，所有的平台只要不管在国外还是在台湾营业，尤其是这么大的企业，绝对不可能去私自的去做这种所谓的助长诈骗的这种行为哈。如果有，我相信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要积极的介入哈。所以我们的民众或者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持续的做好监督，同时接下来也是一个预算的会期，所有速发部跟打诈有关，还有所有的部会跟打诈有关的计划，我们都会睁大双眼，一笔一笔的去确认我们民众的纳税钱是不是真心在打诈，并且将诈骗数量减少，而不是越打越让大家恐慌。那会不会认为说，有没有可能这次是个可能说是乌龙吗？就可能内政部警察警政署这边可能把这个白名单的资料误认成是所谓的黑名单，因为这次有非常多像你刚刚讲到 C Money， 而且其实这次有很多的财经网红，包含连证交所的这个粉专都被封锁，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误锁，就是他们可能这个该锁的不锁，然后不该锁的他们全部搞错？这边我不敢断言，只不过是有一个说法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诈骗集团去冒用，就是内政部警政署的名义去要求 Facebook 针对这些就是财经网红，就人数比较多的，然后去进行一个就是封锁或限制。那以往比较常看到的状况是去年今年九月的时候遇到说。一样就是以诈欺，我点粉书涉及诈欺的名义，然后把我下架10天。那当时我有请速发部，就是寄信请速发部处理，但迟迟没有下文。最后还是通过一些在脸书工作的就是朋友，透过内部管道去帮我申诉，然后隔几天那个粉专就又复权了。这次状况确实比较不一样。但会不会认为说，因为其实脸书的这种诈骗，尤其像是诈骗粉专或者是说诈骗的社团都非常多，而且甚至还有很多人是假借可能你们真实网红的名义去设这个广告，一定很多这种财经网红都说什么啊，他们推荐哪些股票来去做购买干嘛干嘛，可能那其实都是诈骗的。但这些诈骗的人好像怎么抓都抓不稳，而且他们看起来是有付费去来登广告，就反正像你们这些真正的网红或真正的这粉专使用者都被这样子误锁，不只被这个诈骗集团给有点像陷害的感觉，然后又被可能速发部或者警政误锁，会不会觉得有点冤枉？当然觉得很冤枉啊。然后其实在过去5年之间，就一直有出现就是冒用身份的，大概每天封锁十几个，然后隔天又会跑出十几个。那这当中当然也很多次跟脸书去反映，但都没有见到好的效果，所以就不时听到说，就是有人用我的名义去私讯他，然后请他加入群推荐股票，甚至遭受诈骗。那我这边一开始就是宣导，但宣导到后面有点无力，就是如果没有一些官方单位出来处理或要求脸书的话，感觉这种事情他应该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你会认为说，像政府这边可能要怎么做比较好吗？因为速发部像成立到现在以来，似乎这个诈骗的这种风气都还是没有减少，但你们都还是持续的被受害。对，但应该也不会说到没做事啦，只是因为我不晓得他们到底可不可以管制到脸书这部分，因为好像已经有很多人去反映，包括我自己也有反映过。那速发部通常都是来信跟我说，他们有请就是脸书公司去协助处理的，但好像比较多类似像是这种罐头的回信，不知道确切的执行效益。目前看起来啊，就是还是一样，诈骗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反而是本尊甚至有去申请，就是今年8月初被要求的金融验证的脸书呢，就我有申请了，但还是被限制，还是被下架，那还是被冒用，就好像有点委屈，然后不知道怎么去伸张自己的权益。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5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